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青山带笑颜，随手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戴发笺，寒呀好随波，能避风雨，夫妻双双把家安。你要说您这功能还真全啊，好久不唱了啊！是是是是是，有点羞涩。哎呦呦，没看出来啊！其实呢，我这个梗啊比较喜欢的是什您什么梗儿？什么梗儿了？我个梗儿。我自己不叫个梗儿、啊。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这个歌曲。爱唱歌。哎，什么流行歌曲、流氓歌什么歌？就是流行歌曲。对对对，我比较喜欢。大家有什么想听的可以点。是。可以点。一纸情书啊！啊、哦，有一纸情书，还有什么呀？燃烧我的卡路里啊、哦！孙老师唱一个吧。啊、哦。你应该燃上卡路里啊！哦，可以了，可以了。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唱不唱也不吃那玩意儿。这我真的来不了。嗯，这都什么状态？这是个。还想听什么？什么？哦，忐忑。嗯，好了。既然每一个人呢都有想点的，哎，你们不统一啊、嗯？意见不统一的话就算了、哎、啊、哎，就算了。逗着玩呢，合着。不知道大家不知道爱听什么呢，对不对？嗯，我众口难调啊，众口难调，我给大家唱唱几句。您自己决定一个，我自己决定啊，嗯、给大家唱几句《女儿情》，这是两年前我参加一个节目《歌手》是总决赛现场直播，我跟李健健哥。嗯，我们在一起牵手未有成功啊，是牵手未成功，没有关系，都已经过去了啊，哈哈哈哈，我也不往心里去，就是离不开《西游记》了。然后呢，哎，还真是啊，对，那个给大家唱几句，会唱的咱们一起唱啊，《女儿情》哈，哪段啊？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这个大连没有 KTV 吗？自己嗨像话吗？多开心！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爱恋意，爱恋意，愿今生长相随。还真好，哎，这是这个《女儿情》。之前呢，我前几年我特别喜欢一首歌曲，什么呀？叫做《橄榄菜》，这是这个齐豫的姐姐唱，齐秦的姐姐叫齐豫。你那人名对了，名歌名不对，什么橄榄菜？橄榄菜吗？哦，橄榄油，橄榄油。橄榄籽怎么样？橄榄籽不太像。太像那叫橄榄树。对，橄榄树。真行。齐秦的姐姐齐豫唱的，齐秦大家都知道吧？对。大约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二人转之乡，嗯。我师父生生的把这歌唱成这样啊！是是是，你说毁了不少歌啊！橄榄树，
我特别喜欢啊、嗯。这个作者是三毛。三毛。三毛大家都熟悉，是一个作家。哦。他也参军过，也流浪过。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流浪的三毛，嘿。三毛吗？不是那个。写书的那个，写书的撒哈拉沙漠，哎，跟荷西的爱情故事，是荷西经典 啊， 啊，词是三毛写的，哦，给大家唱几句，好，啊、这个得抒情啊，这个，哎呦，又起范儿了，你看，不要，哎呀，真好听，真好听，我一唱我就嗨，你知道吗？一唱就开心，您唱完了再嗨，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哎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不要问我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哇，太好听了！哎呀，真好！您告诉我哪句有橄榄树？不要问我太阳。橄榄树，愣来呀！是这歌吗？阿门阿谦，你个橄榄树。哎，行行行，我那时候还挺累，逮什么爬什么。不是这个，您这是杨钰莹。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改毛阿敏了，问我从哪儿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调不对。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改刘德华了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嗯、不是这歌嘿怎么这么简单这句你都不会唱呢怎么唱了的不要从哪儿来啊多简单呀、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就这么一句吗对不对我这嗓子不舒服呢嗯嗯嗯唱吧唱唱是这意思吗什么好嘞你唱你唱别去哎别别、哎、您多火呀现在您火您多火呀、啊、大家都还看您呢别别别我是买一送一我是您来您来您腕儿大您是大腕儿、嗯、哎哎原来药物饭是怎么着？逮哪儿都一糗，你知道吗？你行了，你可以了，不要听岳老师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好听。我的故乡在远方河南直接唱河南的好听吗好听好听好听我的故乡在河南多好为什么流浪哎包了灯了要了饭了彪呼呼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啊。流浪。流浪了。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哦，小鸟。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飞翔的小鸟，鸟迷路了，流浪远方。
还有药吗？怎么了？你踩电门上了？干嘛呢？这开心呐！那你还好好唱一个呢。朋友们，还有什么想听的？嗯，刘老根儿，大哥，你这有点不对了。刘老根儿，我们是德云社，知道吗？都老根儿了还？点刘老根儿，刘老根儿，刘老根儿，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就会个一句半句的啊。确实，他有的歌好听嘛，对不对？片尾曲。为了圆上那个梦，你涂上了一辈子的情，这好听，对不对？是。你是不是拜错师了？好听，好听。嗯，还有什么？还是孙老师啊？我没有，您来，您唱的好听。学猫叫。学什么？哎，孙老师来个学猫叫，怎么样？人家于老师都能学猫叫，你为什么学不了？对不对？他骚啊，对不对？咱们不是正经人家吗？是，于老师是个老骚猫，但是您来一个，这词儿了，您来个别的。我来不了，您来。哇哈拉变身怎么样？行了，您弄，好好的，好好的，您好好唱一个来。等我以后我练习练习，我给你们唱一个。探清水河，好家伙！谁的粉丝都有。宋情郎一唱，整场结束，彻底结束。什么？拆西厢。万物生。盈盈满座，手儿托腮，叫声红娘，你快过来，你姑娘有见。这个不明的事从头你要讲个明白，你姑娘我是这个闺阁的女，擦胭脂抹粉我是总嫌不白。哟呵，姑娘吃蒜了，打嗝很正常嘛，对不对？谁不会打嗝？是是是。哎呀哈，十八摸，这大姐还站起来。十八摸，你受什么刺激了你？这是受刺激了吗？十八摸我们不会唱，我们也没有学过。对。什么？加钱也来不了，妹子啊。来不了。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就不 是不是什么钱都挣了。对了对了。去年还行，又行了，瞧出不容易来了，很难哦，很难。赵华台，最浪漫的事，最浪漫的事。咿呀嘛更儿里，月了阴儿照花台，秋香姐定下了计，她说晚不上儿来呀，想。我不会了啊。是赵华台，郭麒麟学得好。赵华台郭麒麟探清水河，张云雷学得好。对，宋清郎我学得好，就我们几个都把我师父会的那些东西啊都给挖空了。对，你师父现在只有大实话了。锁麟囊，锁麟囊我不会啊。你是不是要他命吗？清水河会唱，咱们唱几句好吗？桃影那肩上肩，这是会吗？这个得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真气人，这个得得。桃影那肩上肩，柳叶儿遮满了天，在其位的这个明那公，细听我来言呐，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伙计儿有一个宋老三，提起那宋老三，哎，
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有儿，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呐，小女儿为年长那一十六啊，起了个乳名儿，合欢丸子叫大莲，姑娘叫大莲，尊俏好容颜，似鲜花无人采，琵琶断弦无人弹呐、啊，怒号比貂蝉俺似吕布啊，又好比阎婆惜坐楼想张三。行了行了啊，哎，别有风味儿，哎，版本不一样啊。嗯，唱了半天给大家唱一个五环之歌啊，因为演出时间是有规定的，我们11点要结束，请大家能够理解，请大家理解，因为现在这个规定比较严格，主要是。嗯，我看我听有的朋友说退票，你这会儿退票真的是太不要脸了啊，太不合适了，马上都11点了你要退票，加钱，他说加钱，加钱也不行，加钱也不行啊。好，这是剧场规定，现在加钱你可以包我，包你不得翘点黄瓜吗？包孙悦，谢谢。你怎么了？来拿走，来，哎，对，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不忙不忙。五环之歌会唱的一起唱啊，时间已经不早了。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嗨，老有这格儿。你看我一唱五环之歌，就有人陆续的往外走，这是一种规律吗？还是怎么样？告别曲啊，会唱的，一起唱。五环之歌，别着急，别着急，唱两遍。把手机的那个闪光灯打开啊，咱们也找一找那种大咖的感觉，大咖差的感觉。哎，对了，好啊，挥动起来啊啊！哎呦呵。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不合适啊！这个声音太小了，你大家是都不好意思唱吗？要脸！要什么脸？这不是一个要脸的时候了啊！各位啊，都这点儿要什么脸？就是嗨嗨皮皮的唱起来啊！啊！大姐要脸是不是？你别逼着人家这个，哎，你会。好嘞，谢谢大家。我再有一个主意啊，嗯，再唱一遍，把这个机会呢给楼上花钱很少的朋友，好不好？行了行了，就是楼下的朋友定语呢不要唱了，让楼上的朋友嗨一嗨啊。嗯啊，这个没钱也没劲儿吗？哎呦，行了，这么挤的人家还终于，
了，谢谢啊，谢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啊。大灵魂，嗯。接下来青藏高原唱个大将。要现形儿。是谁带来？是我，是我，是我。先别唱了啊！你带得来吗？我带不了，把你带走。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青藏高原前面好唱，是啊。最后一句高八度，你这嗓子行吗？你想多了。怎么呢？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哎，死半道了，嗯。是谁带来我的呼唤？是谁？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啊，我看见山川相连，呀啦嗦，那就是青藏高原，呀啦嗦，那就是青藏高，一起唱，一起唱。谢谢谢谢，每次到这个时候我们都是特别激动的，因为基本上钱已经不是不是那个任务已经完成，我够本儿，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老说实话，基本上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呢接下来的时间属于翻场的时间，嗯，其实翻场的时间是每个演员呢比较喜欢的时间，自由，自由一些，然后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天，说一说心里话，嗯，其实每一次来大连心情都特别开心，对，因为大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空气又好，而且天气呢比北京要凉一些，凉快点，对我们来说正好，嗯，特别开心，特别舒服，然后呢大连的观众呢又比较热情，别走了，不行不行，我们还得去别的地方赚钱，我们还得去别的地方去、哎、去演出，去演出，哈哈，瞧出不容易来了，真的是这样，谢谢、嗯、谢谢，太开心了，现在已经十一点了，刚才啊我往台下走的时候偷偷问一下主持人现在几点，十一点，我们剧场规定十一点，要不然你加钱没有用，没有用，它是硬性规定，演出商要加钱，对，要一分钟多少钱，一分钟多少钱，还交罚款呢，还得收拾，然后呢到几点就关灯了，就没事，关灯吧，你是没事啊，我害怕呀，不够分的呀，真的真的是，好了，这个既然大家都开心，我们、嗯、其实我们也是特别开心的，是啊，那个接下来首先呢要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啊，怎么又有广告，不到一分钟啊，七月十九号上映一个电影，哦，不看哈、啊、有的朋友不看啊，你看是英雄、啊、看不看，看不看由您啊，您自己决定，对，广告反正得做，说到英雄，嗯，我跟佟丽娅一起演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是乐意是不乐意啊，这是，哦，这是我、哦、这是我需要做的啊，七、嗯、月十九号我跟佟丽娅一起演的《鼠胆英雄》上映，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能够喜欢、嗯、接下来看看，接下来有问孙老师的问题的吗，没有哈，没有，好好好好，想问什么，
今天呀、啊、是德云社比较忙的时候。今天这天特热闹。我北京在是吧？我北京，我师父在北京演出。对。天津是张云雷。嗯。大连是我，承德是。烧饼，张鹤伦。然后那个。小妹儿三宝是乌霍浩特。霍浩特是吧？对。完了还一场这个三宝是在哪儿的忘了，六场演出，滨州哈，出铁的地方啊。真。谁好吗？谁好？孙老师啊。哦，腰啊，行，还在，还在。还在哪儿行？还在。零九年的时候，是零九年吧？我忘了。我们两个人刚合作的时候，孙老师闹过一回腰病。嗯，那老伤。腰病。就跟我显了形似的。不是闹妖精啊，嗯、闹过一回腰病。老伤复发，那叫什么什么？那个椎管狭窄。椎管狭窄就是太胖了，导致那个神经。跟胖没关系，天生的。是吗？嗯。我这还往好了说呢。这是往好了说吗？这。就是一个癌症。你没有。让您说，我早该死去，知道吗？神经性的毛病。神经性出毛病。没事。然后呢，就他往床上一躺，他想上个厕所需要一个小时。我真尿。我说的没错吧？这倒是，人家他妈。站不起来，腿疼。一步一步，就一点一点往前挪。那是一步蚂蚁都比他快。那是真的。一步一个脚印儿。哎，第一排一下走那么多人，走了。我天哪！你们的位置，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位置啊！哎呀，一下走那么多，哎呀，三男四女，哎呀。葫芦娃的配置。你们哎呀，你们应该很嗨呀！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嗯，那空了一些座位，楼上的哎，赶紧补上啊！快来，快来！楼上那么高都有人，真是为了相声，为了听相声，大家真是不容易啊！嗯，好了好了，我下去为什么？太热情了啊！你过来呀！我不能下去，不能下去啊！对，你看，这很多公安啊，就是看着我们的，看着我们的，不能让我们动一步。十一点多了。